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火星小娇。今天这一期呢，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看的气质吊带裙，还有一件西装外套。我们看一下这款吊带裙，这款吊带裙款式真的很好看，看模特图穿，我觉得就很显瘦，忍不住买回来了，给大家测评一下，看看它的上身效果怎么样。它这款呢，领口呢这里呢是有个开叉的小开叉，还有它的胸部下面这里呢，大家看一下，是一个做了一种褶痕的，很有层次感啊，也很有高级感。腰线做的还挺高的啊，下面呢是一个大的裙摆，看一下后面。后面的话呢，它有一个这种调节的一个肩带啊，它这里是松紧的，背后是松紧的，很方便穿脱啊。然后侧面还带了隐形拉链。这个吊带裙我对它好感度还挺高的，期待它的上身效果啊。看一下这件外套，这件外套呢是个香草绿色，我觉得它很显白，真的。它视频里面拍不出它的颜色，但是它实物确实非常好看的一款绿色啊，实物非常好看。这个视频里面呢拍的要浅一些，它实物呢要比这视频里面稍微绿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很好看。它领子呢是这种尖尖的领子，很个性哦。而且它是个短款的西装啊，就比较适合搭配裙子来穿，或者短裙啊穿也是没问题的，或者高腰的一些黑色的直筒裤穿也是可以的。看一下袖子，袖子是一个常规的一个袖子，这款西装颜色很好看啊，版型也不错，是直筒的。看一下后面，后面呢是这种纯色的。它肩膀这里呢还有一个垫肩设计啊，它的面料手感也不错啊，很有垂感啊。在视频里面大家就能看到它的做工和细节都还挺好的啊，性价比非常高。现在呢把这一套穿搭起来，看看效果到底怎么样。哇塞，这款吊带裙我堪称是绝美，是我买过的最好看的一款吊带裙。它前面这里呢是带个开叉的，但是它完全不会走光的那种，穿上身单穿我觉得就很好看，又像礼服的感觉啊。它后面呢是松紧腰的设计呢，穿上身很舒服哎。它腰线呢也做得很高啊，下面这里呢很宽松，很遮肚子，就是我也有一点小肚子的，但穿上这个裙子完全看不出来。裙摆呢也是比较大一点的这种裙摆啊，很好看哎。但这款呢不是推荐小个子来穿，它是有点长的啊。等一下给大家看一下整体的，我们搭配这件西装外套看一下。好，外套搭配穿上身了，大家参考一下。这件里面吊带裙呢，无论是单穿还是做内搭，我觉得都很合适哦，可以说是一个宝藏款吊带裙了。而且它的垂感呢也很不错啊，很好打理。这是搭配西装外套的一个效果，当然它也可以搭配牛仔外套啊，这些大衣啊什么的风衣外套都是可以的，搭一双小皮鞋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一套的穿搭啊，非常有气场啊。这一套穿搭呢，不管是上班族还是学生党都是可以去入的。总的来说呢，这件吊带裙真的是宝藏款了，喜欢的姐妹千万不要错过啊，很值得入手。然后这件西装外套的话，我觉得它的袖子多多少少会有点长，真的是这一套比较适合高个子女生啊，小个子我真的是不推荐了。小娇每期视频呢都是真实测评分享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，拜拜。